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 HSK 六级第36课第一部分《中国古代书院》。那么提到中国古代书院，我们就必须要提到一个非常核心的内容，那就是教育。好，我们进入今天的课文学习哈，课文学习。今天我们要谈的呢是中国古代书院。首先，先让艾比给大家朗读一遍，大家一定要注意听。中国藏书的历史很长，有2000多年了，有官方藏书，也有私人藏书。唐代有人把藏书的地方叫做书院，之后各种书院层出不穷，甚至有人把自己的书屋也命名为书院。时光流转，书院渐渐发展成了藏书教学和研究相结合的教育机构。比如，东家书院就是中国书院史上最早拥有学田、定有规章制度、收有学生的私办书院。它前后存在了1000余年，名字更换了3、4次。截止到清朝末年，书院制度终止。东家书院改成了学校，可以这样说：萌芽于唐，完备于宋，废止于清的东家书院是中国书院制度的一个缩影。历史上的书院立足于人才培养，它把灵魂塑造看得和学问同等重要，提倡刻苦严谨的治学精神，努力实践。自由活泼的办学宗旨，书院的历史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一份珍贵遗产。德业并重是书院自始至终的追求目标。翻开各时代书院颁布的学规，就能发现，书院重视学问，更重视品德修养。比如，丽泽书院学规第一条大意是。凡是本书院的学子，都要孝顺长辈，敬爱兄长，为为人忠诚，守信用。不顺从长辈和兄弟不友善，与人不和睦，对朋友不忠诚，言行不一，善以虚伪的言辞掩饰过失的无耻之徒，一经发现，本书院定不容纳。短短一段文字透露出这样的信息：书院在人文环境的治理上是有标准的，那就是树立正气、唾弃卑鄙、堕落的腐败行为。因此，有学问、有道德、有崇高的境界，就成为古代知识分子立志终身攀登的道德高峰。提倡刻苦严谨的治学精神。是古代书院的共同特点。古代书院学术思想各有不同，但治学态度却极为相似，认为读书没有窍门，没有捷径，唯有发扬勤奋好学的精神，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才能做好学问。在学习方法上，提倡读书成诵，因为读书百遍，其义自现。提倡温故知新，提倡博学求精，提倡读书须有仪。好了，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课文内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生词部分。第一个，官方，官方。文章呢是这样说的：有官方藏书。这里的官方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一些，比如说像权威机构啊，政府。或者说国家图书馆之类的这样一些比较权威的组织，那么在古代呢，官方啊，就比如说像最大的官方呢，就是朝廷哈、啊，朝廷。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地方的县级政府，县级政府，这就是官方。好，第二一个，层出不穷。层出不穷，这是一个成语啊，成语，它的意思呢是说啊。某种情况，或者说一个东西出现的很频繁一下子就出现了很多层出不穷。那么
不穷的意思呢，它就是指多啊，多或者说尽啊，无尽。所以呢，比如说在文章呢，就是说各种书院层出不穷。这里的层出不穷啊，就是说这个书院的数量呢急剧上升，书院的数量急剧上升。好，第三一个，命名。命名啊，命名呢，它是一个动词，动词。比如说，甚至有人把自己的书屋也命名为书院。这里的命名呢，其实就是取名字啊，取名字。好，第四一个，规章，规章，这是一个名词。比如说像规章制度啊，规章制度。那么这里给大家复习一下，制度我们会怎么用词语搭配呢？在课文当中呢，是定有制度，定有制度。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制定，对吧？制定一项制度，还有遵守一项制度。这里是定有规章制度。那么规章的意思呢，它是指规矩啊，规矩。好，第五一个截止。好，第六一个终止。这两个词呢，它们都是名词，都是名词，但是呢意思很相近，很相近。今天呢，我们将要在词语辨析环节重点来分析一下这两个词语的区别。文章呢是这样用的，截止到清朝末年，截止到清朝末年，大家注意了，截止的后面呢跟的是一个时间，这个时间虽然不是一个具体的年份，但是它也能够让我们大致的知道是在历史中的哪一个时期，清朝末年。那么终止，大家看，是一个制度的终止，它不是某一项时间的终止，终止它是制度或者一件事情终止了。所以在这里大家可以隐约的先思考一下截止和终止的一个区别。第七一个，完备。完备，完备呢是一个形容词，形容词，完备于送啊，完备于送。那么这一句话的意思呢，是指书院制度啊，以书院制度为代表的东家书院是在宋朝得以完善和发展，进一步发展的。那么东家书院呢，又是中国书院制度的一个缩影，那么也可以理解成中国书院制度是在宋朝得到完备的得到完备。第八一个，立足，立足。那么这是一个动词，动词。比如说，历史上的书院立足于人才培养，那么相当于是历史上的书院呢，是以人才培养为基础。第九一个，灵魂，灵魂，这是一个名词，名词，它把灵魂塑造看得和学问同等重要。那么在这句话当中呢，就揭示了中国书院制度的一个比较核心的教育理念，就是对于灵魂的塑造和学问 它的地位是相同的。那么由此进而啊，可以推出中国的书院呢，它是非常在意一个个人修养，个人修养的一个能力能力。那么学问是一方面，所以还有一方面就是你的个人修养。甚至呢，到了后期啊，中国古代的书院，他们将个人的修养看得比读学问还要重要。第十，颁布，颁布，这是一个动词。比如说，翻开各时代书院颁布的学规，就能发现，颁布一项制度，颁布法规。那么这就是颁布的一个用法，它是一个动词，动词。好，第十一个，品德，品德，这是一个名词，名词，品德修养啊，品德修养，还有品德教育，品德教育。第十二一个，过失，过失，这是一个名词。那么它的意思呢，就和过错还有失误啊是相近的，相近的。但是呢，还是会有一点区别，有一点区别。那么在文章呢是这样说，善以虚伪的言辞掩饰
过失的无耻之徒啊，过失掩饰过失，意思是说啊，对自己的过失做进行一个掩埋啊，不是不希望别人发现，不希望别人发现。好，第十三，无耻，无耻，无耻之徒。无耻的意思呢，其实就是没有羞耻之心啊，没有羞耻之心。那么它其实是一个极具道德感的词语哈、啊，极具道德感的词语，它是一个形容词，形容词。好，第十四一个，容纳，容纳。那么书院定不容纳，定不容纳。比如说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在我们平时乘坐的电梯上，总是会有本电梯容纳仅容纳多少多少人，那么它相当于是指这个空间它能够允许多少人进入，如果超过了这个上限呢，就会电梯就会怎么样呢，就会报警，对吧，报警，那么这就是容纳。第十五一个，透露，透露，这是一个动词，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啊，透露信息，透露信息。第十六个，治理，治理，这是一个动词。书院在人文环境的治理上是有标准的。第十七，树立，树立，这是一个动词，树立正气啊，树立正气。那么正气包括正义呀、啊，那么是中国文化当中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东西。这样呢，在整个书院制度当中，它同样也是教育的一个核心理念。那么孟子在《鱼和熊掌》这篇古文当中就论述了义啊，利益观，利益观。这里的义呢，是义气的义，正义的义，嗯，利益观。所以大家可以通过这篇文章能够窥探中国文化的一些比较核心的内容，包括到我们现在在我们进行学问啊或者学习的过程中呢，这些核心的教育理念依然在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包括我们的如何成人啊，如何成人，如何为人处事等等，这些文化呢是在每一个中国人身上都有印记的。好，第十八一个，正气，正气。在这里呢，这个正气它其实指的是一个环境，什么样的环境呢？非常健康，非常积极向上，而非迂腐、腐败等等这些气息。正气呢，它与邪气相对啊，邪气，歪风邪气。那么邪气就是指不好的风气，正气啊，正。那么大家可以用语素义去理解一下正义、正直这些词，大家可以体会到这个正的含义。那么正气就是与邪气相对应，它代表的是一种很健康、很向上的一个风气。好，第十九一个，唾弃，唾弃，这是一个动词，唾弃腐败的行为，唾弃某种行为啊，唾弃某种行为。那么这个词呢，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弃这个字，那么唾这个字呢，可能不太熟，是吧？唾弃。好，第二十个，卑鄙，卑鄙，这是一个形容词，形容词。那比如说卑鄙的行为，卑鄙、堕落、腐败，那么这三个都是形容词，都是形容，第一啊，从情感色彩上它都是贬义的，贬义的。卑鄙它的意思呢是比较的小气，或者说比较的怎么说呢，在人们看来啊就不符合道德规范啊。卑鄙。堕落呢，堕落这个词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英文注释啊，英文注释，因为这个词呢怎么去解释的话，可能会大家可能更不好理解，就直接看英文的一个解释比较好。好，腐败啊，腐败。那么这三个词呢，它在情感或者说在词的这个情感色彩上啊是比较相同的，都是表达了一种非常不满，而且比较贬啊，比较充满贬义色彩的这样一些词。它往往是去形容一些行为，那卑鄙的行为、堕落的行为、腐败的行为等等。
好，第23，崇高，崇高。那么这是一个形容词，形容词。这个形容词呢，它在情感上呢，就是非常的褒义啊，非常褒扬的，褒扬的。比如说，崇高的地位，崇高的地位。这里呢是说崇高的境界啊，境界。那么境界这个词呢，英文当中是 state，阶段啊，阶段或者说是一种状态。但是呢，它往往和阶段和状态呢又不太一样，因为境界这个词啊，它更在意的是一个人心灵的状态，或者说一个人思想的一个提升的这样一个过程吧，过程。那我们往往会说这个人的境界很高啊，他看事情看得很透，看得很远，而不是鼠目寸光，这就是境界。好，第25，攀登，攀登啊，这是一个动词，动词，攀登道德高峰，攀登高峰，攀登山峰等等这样一个搭配，也需要大家记一下。好，我们继续看窍门，窍门，这是一个名词，名词。读书没有窍门，那么这里的窍门呢？它其实和后面的这个词捷径啊是相近的，相近的。它的意思呢都是就是可能希望在读书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找到一些非常能够减轻大家学习压力，不用付出那么多，不用那么辛苦，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读书成果这样一个方法或者手段。在古代呢，他们认为读书是没有窍门的，必须要踏踏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才能把学问做扎实了。而捷径和窍门呢，是他们所不推崇的，不推崇的。第27个，发扬，发扬，这是一个动词，发扬勤奋好学的精神，发扬勤奋好学的精神，发扬什么样的精神啊？发扬积极向上的精神。发扬阳光的，阳光学习的这样一些精神，哈，发扬精神，这是一个搭配。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往常 ID 在讲课文的时候呢，注释都是要求大家自己去看。今天这些注释呢，ID 和大家一起来学习。比如说第一个注释"读书百遍，其义自现"，这里这句话呢。它的意思啊，是说啊，首先注意一下读音，这个字不是读见啊，不是读看见的见，而是读现，出现的现。至于为什么读现呢？这和中国的古音啊，古代汉语有关系。在这里呢，就不给大家做过多的补充了。总之，大家知道在这句话当中啊，这个见它不读见，得读什么？得读现，对吧？读书百遍，其义自现。这句话的意思啊，是说这书读熟了。自然也就领悟了，其实很好理解。那么我们在小的时候呢，比如说让我们去看一个很深奥的小说，那比如说像艾比小的时候呢，读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那个时候呢，我可能就只看情节，对吧？那么后来在不断的学习当中啊，慢慢的去多读啊，多想，那么。简·奥斯汀的文笔不断的去接触这个小说，这个小说啊，它的意思、它的主旨，慢慢的就浮出水面了，是吧？慢慢自己就能够理解了。其实中国古人呢，他们很早就发现这个"书读百遍"呐，它的意思，你自己的领悟能力就不断的提高了。好，那么再来看"温故知新"啊，"温故知新"。那么，相信熟悉中国文化或者说读过中国古籍的小伙伴，应该很熟悉这一句话："温故而知新”啊，"温故而知新"，这是出自《论语》，《论语》后来演变成了一个成语。它的意思呢是说，经常温习学习过的知识，自然能获得新的理解和体会。好，下一个"博学求精”啊，"博学求精"。博学啊，那么博，大家用语素义来想一下，广博、博大，那么它其实指的就是一个很宏大啊，范围很广这样一个意思。这里的博学呢，是指学识要广博。我们会去形容一个人的学识怎么样？学识渊博啊，学识渊博，它的意思呢也是指这个学识很广博。那么求精，
是指学术上要精通，精通。那么精通这个词啊，我们会说精通一门语言啊等等。这里的精通呢，就要求这个学术是你第一你要学得精，第二你能够通融，这就是精通。好，读书须有仪啊，读书须有仪。这个意思呢，是指啊疑啊疑问疑惑。你读完一本书，或者说你学习完一个东西之后，你要有自己的疑惑，否则呢，这其实是没有收获的，因为它没有启发你的思考。往往有思考，就一定会有疑惑，一定会有疑问。就算这个疑问你不去问老师，但你自己能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然后解决一个这样的问题。那么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提出一个问题远比解决一个问题重要的多，对吧？所以学习须有仪，它的意思是要注重思考，然后提出问题，再来解决问题，以求新意。这里的新意呢，它是指创新啊，创新。好，那么这就是今天的注释。为什么要讲这些注释呢？因为这些注释，第一可以帮助大家积累一下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些内容。第二呢，这其实也是一些学习方法。大家在学习汉语的过程当中，同样可以读书百遍，其义自现。同样，艾比也总是说温故知新。那么更重要的是博学求精，对于一门语言的学习，更要求精通，对吧？精通。还有读书须有仪，当我们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随着阅读量的不断增加，我们一定会对文化上或者某一些句子语言等等产生自己的疑惑，那么这个时候才代表着大家正在思考。好的，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课文内容以及词语。今天的词语呢，形容词比较多，然后呢也比较难啊，有一些词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文化层面的或者说道德层面的这样一些词，希望大家能够在文章当中进行一个比较好的理解。第二部分，上节课呢，我们讲到了说为什么书院会演变成为一个教育机构。那么第一点和它的一个藏书历史有关。第二，课文主要为我们介绍了东家书院的一个发展历程。东家书院萌芽于唐，完备于宋，废除于清。东家书院是中国古代书院制度的一个代表，或者说是缩影。那么从东家书院的一个发展历程上，我们也能看到中国古代书院制度发展的一个大致情况。第二一点呢，讲到了书院是树立了怎样的教育理念，或者说怎样培养人才。那么是从两方面，当然第一点是治学精神，要求严谨踏实。第二一点呢，就是品德修养，这是书院教育当中的两大核心理念。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关于中国古代书院的相关内容。同样的，艾薇先给大家朗读一遍课文，大家注意听。书院在办学方法上努力实践自由活泼的办学精神。首先，书院本着贫富平等的原则，敞开大门，招收平民子弟入学，这在当时确实是令人震撼的开明之举。其二，书院重视自修和研究，在读书的过程中倡议自行思考，杜绝外来因素的干涉，也不会过多过问，以便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其三，介于一个人的知识是有限的，大家的知识是无限的，个人解决不了的问题，在众人的智慧面前就不是问题。书院倡导互相切磋，互相学习。其四，鼓励师生之间相互质疑，形成探讨、争辩、求真求实的学习风气。另外，重视观点的多样化，开展不同观点的论辩交流，也是书院提倡的。观点对立有分歧不要紧，开放保守也无关紧要。书院主张不同学派、不同主张之间的争辩与较量，为此书院设立了讲演辩论制度，类似于今天的论坛。这种学术活动很受欢迎，
学子们学习热情高涨，相互激励，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书院讲究长幼，注重礼节，但不拘泥，主张刻苦自立、自主学习，却又鼓励相互质疑、辩论。书院内师生关系融洽，感情深厚，学生衷心爱戴名师，因为他们学识广博，品德过人，给学生做出了最好的示范，是学生崇敬的偶像。书院对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学术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好的，那么这就是课文的全部内容，我们接着来学习生词。第28个，敞开，敞开，这是一个动词。比如说，敞开大门啊，敞开大门。那么，相信大家应该对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印象非常深刻。那么，在北京奥运会的宣传曲当中，就有一句歌词是“我家大门”。敞开啊，我家大门常敞开，常打开是一样的。那么歌词当中呢，就是用到了敞开大门这样一个结构。好，第29个，招收，招收。招收呢，也是一个动词，比如说招收平民子弟入学。30，开明，开明啊，注意是后鼻音，开明，这是一个形容词。比如说开明之举啊，开明之举。31，倡议，倡议，那么这是一个动词，动词，倡议啊，倡议和建议呢有相同之处，但是呢，他们的差异也是有的。建议呢，你可以是建议一个群体，建议一个个人。那么倡议呢，它更多的呢是和针对的对象是一个群体，群体。发出倡议等等。好，32，杜绝，杜绝，这也是一个动词，杜绝外来因素啊，杜绝吸烟等等。第33，干涉，干涉，这是一个动词。那么比如说杜绝外来因素的干涉啊，杜绝外界影响的干涉等等，或者说杜绝他人的干涉。第34，过问，过问，这是一个动词啊，过问。第35，激发，激发，比如说啊，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36，多元化，多元化，这是一个形容词。那么，多元化在文章当中是讲到了观点的多元化，观点的多元化。多元化这个词呢，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概念吧，比较常用于立场的多元化啊，观点的多元化，包括在学术界当中也会说到，你做一个课题视角的多元化等等。那么，多元化是一个社会非常丰，是使社会丰富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很重要的因素。好，37，开展。开展，这是一个动词，那么开展、论辩、交流等等。38，对立，对立，这是一个动词，观点对立啊，观点对立，或者说立场对立等等。39，分歧，分歧，那么有分歧不要紧，分歧呢，其实就是一个区别，区别。往往分歧可能更多的是存在于对于某一个事情的看法。观点不一啊，这就是分歧。40，保守，保守，这是一个形容词啊，形容词保守。那么在课文的前面讲到了保守的反义词就是开放啊，开放，开放的思想，保守的观点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的。好，41，较量，较量，这是一个动词，动词。比如说书院主张不同学派、不同主张之间的争辩与较量，较量。好，42，论坛啊，论坛。那么论坛，比如说青年论坛、青年论坛等等，商业论坛啊，科技论坛。
四十三，激励啊，相互激励，激励鼓劲哈，激励鼓劲。四十四，礼节，礼节，这是一个名词，名词，注重礼节啊，礼节。好，四十五，忠心，忠心，前面这个呢是后鼻音，后面这个呢是前鼻音，忠心啊，忠心。比如说，学生忠心爱戴名师啊，或者我们可以说忠心的祝贺您。好，四十六，爱戴啊，爱戴名师，爱戴，爱戴自己的，爱戴自己的老师啊，爱戴。好，四十七，示范，示范，这是一个动词，比如说给学生做出了最好的示范。四十八，崇敬啊，崇敬啊，两个都是后鼻音，崇敬啊，崇敬，这是一个动词，是学生崇敬的偶像啊，崇敬的偶像。那么它表达的是一种非常尊贵的，或者说非常至高的一个尊敬啊，尊敬。四十九，偶像啊，偶像。好，五十，封建。封建，封建社会啊，封建社会。好的，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生词部分，动词偏多。那么如果是遇到这篇课文动词非常多的话，其实是一件好事，大家可以借由这个动词去掌握更多的搭配啊，积累更多的表达方式。名词呢要放到句子当中啊，去记忆，去记忆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课文，希望大家能够下去多多复习。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重点注释。综合注释部分，第一个《易经》啊，《易经》，这是一个副词，副词，用于上句，表示只要实现了某一行为步骤，就会相应的产生某种结果。比如说，凡是本书院的学子，都要孝顺长辈，敬爱兄长。为人忠诚，守信用，不顺从长辈，和兄弟不友善，与人不和睦，对朋友不忠诚，言行不一，善与虚伪的言辞掩饰过失的无耻之徒，一经发现，本书院定不容纳。好，那么在这里这个一经啊，其实大家在读的过程中呢，如果能够想到一个近义词就很好学习了，是哪一个呢？我给大家一个提示啊，这个词呢在关联词那里我们肯定是讲过的，一旦啊，一旦怎么怎么样，就啊，就怎么样。那么这是一个一个关联词，关联词。好，那么一经的近义词是一旦。好，而且呢在这一句话当中，我们来仔细的分析一下，善以虚伪的言辞掩饰过失的无耻之徒，从这里啊，从这句话的结尾处，这里我们分开，一经发现，本书院定不容纳。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些行为有没有被发现？为什么要问这样一个问题呢？因为啊，在这一句话当中，易经它其实是一个假设的情况啊，假设的情况。就比如说像一旦啊，一旦，那么这些情况是没有发生的，但是如果发现了，本书院定不容纳。所以这个易经它其实是含有假设啊，假设某种或者说提出某些条件这样一个意思。就像我们的解释，只要实现了某一行为步骤，就会产生相应的结果。比如说前面的行为是什么呢？不顺从，不友善，不和睦，不忠诚，言行不一，掩饰过失的无耻之徒。那么这些行为一旦发生了，一旦发生了，或者说一旦被发现了，那么结果是什么？你就被书院踢走了，踢出去了，是吧？那么就定不容纳。所以呢，这个易经它表示它其实是连接一个行为和这个行为所产生的这样一个结果的词语。好，再来看第二一个，
语言是人类祖先在社会劳动和社会交往中出于交流思想、传递信息的需要而产生的。语言一经产生，对人类的心理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使人类的心理产生质的飞跃。这里的一经产生啊，它就和一旦呢不太一样。所以呢，这个一经啊，它其实包含着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我们刚讲的，它提出了某种条件，某种条件，一旦怎么怎么样啊，假设啊，假设被发现了，如果被发现了。那么这是一个未发生，而我们进行假设，最终推得结果这样一个词。但是在这里呢，语言一经产生，它就是实啊，它就是一个很怎么说呢？它是一个很确切的条件，这个条件已经发生了，发生了。那么从语义上来讲的话，相当于是语言的产生啊，语言的产生这样一个行为，或者说这样一个人类发展的阶段。对人类的心理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使人类的心理产生了质的飞跃。那么至于句意啊，大家应该能够理解，我就不说了。在这里呢，它的在语法上它是这样来理解的：语言产生这样一个行为或者这样一个步骤，对人类的心理啊的一个影响所产生的一个结果。那么这是易经，在这里语言的产生，它就是一个很确切的一个情况。它不是条件，不是我们进行的假设啊，不是假设，它已经发生了。好，第三一句，所谓集体领导是集体决策共同负责的制度，即对重大问题由领导集团全体成员讨论，做出决策和决定。已经决定必须共同遵守啊，已经决定必须共同遵守。好的，那么在这里这个已经它连接的结果是什么？遵守，对吧？而前面讲到的呢是，如果这个领导集体的全员讨论并且对这个决策做出了最终的定论之后，这样一个行为完成了，结果是什么？那么全体人员都必须要共同遵守啊，共同遵守。所以呢，无论这个易经它是否提出一个假设的条件或者没有，大家都只要明白啊，它只要是指实现了某一行为和步骤和某种结果，它是一个推动式的关系。比如说你和长辈的，你对长辈的叛逆啊，你对兄弟的不友善，这样的行为产生了，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书院将要把你踢出去。而语言的产生这样一个步骤，这个人类阶段的完成和人类心理这样一个结果，它的影响，它主要是影响啊，语言的产生对人类心理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就是一个结果。而集体领导、集体决策的一个制度，它被决定这样一个行为所产生的结果，就是要求所有人员共同遵守。所以其实易经它这个副词，它是指某一个行为步骤和结果之间的一个联系啊，一个联系。综合注释，综合注释呢讲到了一个结构，本着加名词，本着是一个介词，那么介词后面跟上名词，形成介词短语啊，介词短语。那么介词短语往往是在句子当中充当副词充当状语这样一个成分，状语这个成分。好，那么它的意思呢是说，表示遵循某一准则，表示遵循某一准则。对于本着加名词短语结构来说，名词短语的中心语多为啊，这里需要大家记啦，原则、精神、宗旨、态度、方针、观点等等。那么比如说第一句，书院本着贫富平等的原则啊，本着什么什么样的原则，那么它的意思呢就是说，书院遵循着贫富平等这样一个原则来进行啊学生的招收。好，第二一个，两国谈判代表本着互谅互让平等协商的精神啊，精神，本着什么精神？那么这个精神是什么呢？
是互谅、互让、平等、协商。好，在这里呢，互谅、互让、平等、协商，它就是两国代表谈判当中所遵循的一个准则。好，第三一个，该公司本着一切为用户着想啊，是着想着想啊，着想着想，这是一个多音字，着想，一切为用户服务的宗旨。好，本着宗旨，这也是一个搭配。那么这个宗旨是为用户着想，为用户服务。这个为用户着想和为用户服务呢，就是这个公司运营的一个准则。好，那么这就是本着加名词这样一个结构，理解起来呢非常容易，大家一定要下去常用。比如说我本着对你负责的原则怎么怎么样，或者说我本着对汉语热爱的这样一个精神，本着热爱汉语，本着学习中国文化这样一个精神，我来到了中国，希望了解更多的文化知识等等等等，那么也是可以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词语辨析啊。今天的词语辨析是截止和终止啊，截止和终止。那两个词它们都含有止啊，止，所以它们的共通的意思就是停止啊，停止。比如说，这项活动上个月已经截止了，这个活动上个月已经终止了。那不同点的话呢，就是在于它们所可以跟的搭配的词语是不同的。那么这就启示我们在区分这两个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积累结构和搭配啊，它们可以和什么词语搭配。比如说截止的意思是它侧重的意思是到一定的期限停止，所以只能跟时间的词语搭配啊。这里呢它的用途啊，或者说它形容的词语是比较少，不是很丰富，主要是局限在时间词这个词语上，时间的词语。而终止呢，它侧重的是结束啊，结束，所以它是可以跟其他词语搭配的。那么可以是表示时间的，可以表示关系的啊，可以表示某一项事件的，比如说终止比赛啊，终止活动，终止战争。而截止就只是截止日期啊。那么如果说截止比赛、截止活动、截止战争，那就是错的哈，错误的。所以在这里Ivy 建议大家在区分这两个词的时候，尽量去记截止日期啊，把截止日期这个短语记下来。那么记下来之后，每次我们去区分截止和终止的时候，一想到哎截止日期，哦就想通了，那截止它其实是去跟时间的词语进行形容或者搭配。而终止的话，它的范围会更广，比如说终止比赛啊，终止比赛。好，这就是这两个词的一个区分，一个是只可以和时间进行搭配，而另外一个词它可以搭配的词语就很多。我们来看一下判断证物啊，截止到1998年啊，公司在15年里已经带来了多少回报率？好，这里截止到1998年，好，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1998年是不是表示一个时间？它是表示一个时间啊，具体的一个年份也是时间嘛，那不一定非要说是某一天，或者说截止到哪一天啊，或者截止时间，那只要是它是时间的词，那截止到昨天晚上，那也是对的，也是表示时间嘛，所以这里是正确的啊，正确的。而第二一个，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以截止那些错误的、过时的、无效的政策。这里的话我们用缩句啊，缩句直接把它缩成主谓宾啊，截止政策。好，当我说出截止政策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意识到其实这个问题很明显了？政策它不是表示时间的词语，它是一个很普通的名词啊，很普通的名词，所以这里它不可以用截止，而是应该用终止啊，终止，把截止改为终止就正确了。好，第三一个，当设定好起始日时，系统会自动推算出终止日期啊，终止日期。好，大家来判断一下这个终止日期对不对呢？好，
其实在这里的话，我们读过去是通顺的哈，意思我们也能理解。但是，为了语言表达的规范，其实 Ivy 觉得这里如果是用截止日期会更好，因为我们记的结构就是截止日期嘛。所以这里我们判错哈，判错，把终止改为截止啊，截止日期。好，第四一个，婚姻关系终止时，好，这里这个是关系终止。关系终止可不可以呢？好了，我说到终止，它是可以和其他词语进行搭配的，所以这里我们说关系啊，那么这个词语不限于时间啊，不限于某项活动，不限于某项事件，不限于某项关系，这里说的就是关系终止，所以也是正确的啊，正确的。所以其实大家在到这里的话，就只要记住。截止它一定是只能跟时间搭配的啊，截止日期啊，截止到某年某月某日某分某秒哈，只要是表示时间的词，都是和截止。那终止的话，它可以跟更为宽泛一点的啊，其他普通名词啊，终止某项活动等等来进行搭配。